你现在要闭上眼睛，不能看的，这个是盲品，你是瓶酒瓶水是，你闭上眼睛啊，不能看的啊。等一下啊，不能闭上，爸爸说打开你才能打开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盲品嘛，你不是瓶水师吗？我不要这样子。好，你品品看吧，你看看哪个好喝一些。来，法师。笔记做完了，记得给大家说一下哪个比较好喝啊，好不好？大师，哪一个好喝？你觉得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知道。说。这个冰鲜，这个不冰鲜，这个好喝一些。还有吗？没有。你觉得这个好喝一些，那为什么这个好喝一些？因为冰像酒一样。哦，哪有像酒一样？